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介绍的路线是鹿巢石林，而我们今天的起步点呢，就是由大水坑站出发的。到达大水坑站之后，我们由 B 出口出闸，向富安花园方向前进。沿行人隧道向前行，出隧道之后转左向前行，你就会见到富安花园的了。之后你会见到右手边是富安花园的停车场入口，你沿着停车场入口一直向前行，行到尽头之后转左，沿着河边一直向前行，大概行三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梅子林路的入口了。行到咁上下，你会见到左手边有绿色的矮墙，就差不多到的了。过埋矮墙之后，你会见到右手边有个细细地的庙宇。之后上斜佬仔，转右，穿过道闸过桥，上楼梯，转左就是梅子林路了。上到梅子林路的尽头大概要15分钟左右。沿途你会见到左手边有三个亭，如果经过晒三个亭之后呢，就差不多已经去到梅子林路的尽头了。当大家去到梅子林路的尽头之后，你会发觉有个分叉位的，咁右手边呢就是进入梅子林村啦。咁我哋今日行的路线呢就是行左手边，经蓝色桥行到个对面岸。大家来到桥之后可以停一停低，整理一下装备，因为之后的路段我们就会准备进入丛林了。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桥下低的河流，叫梅大石涧。如果经梅子林村上的话，你会见到梅大石涧是非常之靓的，而梅大石涧的河水最后会途经鹿巢石涧。整理好装备之后，我们就走过对面岸了。走到对面岸之后，先来第一个考验了，就是上一个小斜坡进入丛林路段。今天的路线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考验，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只手揸住机，一只手是拍行的。好了，一二三，试下上不上到先。第一个考验都顺利过关，好快地爬了上去。爬了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是挨右边行了。当大家见到引水道的小桥之后，过了去向楼梯直上，就正式进入丛林路段了。进入丛林路段之后呢，路况就比较上没那么清晰，但有个小小的 tips 告诉大家，我们是尽量挨住右手边行，沿途都是比较上茂密的丛林，大家小心啲行，以免迷路。当大家行到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听到有少少河流的流水声，咁就恭喜你啦，因为你冇行错路啦。而你听到嘅流水声系由石龙石涧流出嚟嘅河水声啦。经过石龙石涧之后，大概行多5至7分钟左右，我哋就会去到第一个休息点啦。沿途的路况都开始清晰，沿着石头堆砌的石路，我们慢慢向前行，很快很快就会到达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。行到这里，大家见到石围墙之后，靠左行上去，你就会去到第一个休息点的了。我哋沿住石围墙嘅顶部，穿过矮林，慢慢行入去，好快就会去到第一个休息点——石龙仔古村祠堂。
家到达祠堂之后，可以整理一下装备，因为我哋经祠堂嘅后边再行一小段丛林，就会去到鹿巢石林起点啦。整理好装备之后，我哋沿住祠堂旁边嘅小路向山上走。去到祠堂后面第一个路口转左，进入山区小路。提提大家，以下路段呢比头先丛林路段更加唔清晰，同埋系开始上斜。大家要打醒12分精神，望清楚前面嘅路可唔可以行，以免迷路及走回头路。同埋呢段路开始比较斜，需要手脚并用。大家手脚并用之余，更加要留心路况。经过大约10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去到鹿巢石林嘅入口啦。去到鹿巢石林入口位，再提一提大家，记紧要 set 好装备，戴手套。将背囊外挂的物品尽量都放入背囊，因为跌了出来的话呢，相信都很难执得回。行了这么久，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戏玉鹿巢石林了，不阻大家时间了，一起看片吧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鹿巢石林的形成和它的介绍，可以看回以下的节目介绍。鹿巢石林是其中一个我最想去行山的地方之一，因为那里奇形怪状的石头呢，我非常之有兴趣，可以试下在那里攀爬下，看看自己的身手啦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望着鹿巢石林的高空图呢，就感觉好像一嚿很大的绿茶雪糕渗了些果仁在面的感觉。今次有机会亲身入到嚟鹿巢石林，见到平均每一嚿石头都有人咁高，有啲甚至乎成层楼咁高，个感觉真系好新奇，而且感觉自己真系好渺小。而家我就好似喺杯绿茶雪糕果仁上面嗰只小蚂蚁一样，喺度爬紧上去，爬到中途攰攰地休息下，望下周围嘅风景，非常之优美。中途亦都见唔少山友坐喺巨石上面休息，望下风景，真係好惬意。攀爬鹿巢石林，手脚并用之余，
隻眼同個腦都要諗住前行嘅方向，其實都係幾大挑戰性嘅。行碌巢石林冇一個特定嘅路線圖，因為大家入到碌巢石林之後咧，就好似一個大迷宮咁樣。最主要咧，大家係跟方向走就應該可以噶啦。當大家入到石林之後，望住左上角方向行上去就可以噶啦。上到去，大家會見到一個出口。經過依個出口之後，就會去到第二階段嘅碌巢石林啦。行一小段山路之後咧，大家去到碌巢石林嘅第二段入口，會有分左右方向嘅。右手邊咧就比較容易啲，而左手邊咧就比較難少少。走左边或者走右边就视乎翻自己嘅要求啦，记得量力而为，唔好鲁莽，安全第一最紧要。而我同 Q 哥咧就选择咗左边出发，途中都遇到啲难爬嘅石头，不过都好快解决咗。过了几个难爬的石头之后，就很快去到出口处了。再爬多一段比较平坦的石林之后，就完成了整个碌巢石林之旅的旅程了。好，最后再拍一拍碌巢石林里头的石头大特写给各位看看。离开了碌巢石林第二段出口之后，行一小段山径去到石笼仔山顶，欣赏下美丽的风景先。上到山顶，见到360度环回靓景，个人心情都唔同啲。上到去之后，又见到吐露港啦、沙田啦、西贡嘅所有景色，见到咁靓嘅景色，成个人好似差满电一样。休息咗一阵，就向昂坪草原出發，再睇一睇西貢嘅靚景。當大家沿路行到落涼亭之後，我哋沿物理號徑第四段向昂坪草原出發啦。這個涼亭交匯處真係非常之熱鬧啊！大家可以休息一陣之後，根據翻指示牌，去翻自己心目中嘅目的地，因为我哋头先系落斜路嘅关系咧，我哋影咗张相冇休息到，就继续向昂坪营地方向出发啦。向昂坪草原、昂坪营地方向行，依然都系落斜路，大概行十分钟左右咧，就可以去到昂坪嘅草原啦。哇，咁快就嚟到大金鐘嘅山腳啦，昂坪草原就喺我哋嘅眼前啦。今次嚟到昂坪草原，竟然撞到朋友喎。以前我撞到朋友通常都会喺油尖旺區，但係今次可以喺山徑上面撞到朋友。不过今次在山径上面撞到朋友都不是第一次，而我朋友今日啱啱行完大金钟落到嚟昂坪草原，
大家竟然可以在这里相遇倾下偈先。另外简单介绍一下昂坪草原的基本资料给各位先，大家可以看看字幕。拜拜喎，嗬！唔知阿寶爸爸拜拜啫嘛，難得會撞到啊，因為難得撞到我哋啦，難得撞到啊，係咯，係啊，好彩唔係撞到大子，掂啊！大家一齊行到去昂坪草原嘅觀景台，欣賞一下西貢嘅全景先。因為今日天氣好嘅關係，唔淨止西貢全景可以清楚望到，連萬宜水庫啦、将军澳、钓鱼翁、蓝蛇尖全部都进入眼帘，非常之靓。好了，大家倾咗一阵偈之后，就分道扬镳，向自己嘅目的地出发了。我朋友呢就向住茅坪梅子林方向出发，而我哋呢就向马鞍山郊野公园方向出发了。而我哋由昂坪草原翻翻去马鞍山郊野公园呢，就需要走一小段回头路，向翻头先凉亭方向。去到凉亭之后，向住马鞍山郊野公园方向全程落斜路就可以到达，时间大概都系行大约2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马鞍山郊野公园啦。因为今日山友比较多的关系，所以步伐不能够太快，慢慢行，倾下偈，欣赏下沿途的所有风景。沿住马鞍山郊游径慢慢行落去，当大家见到马大石涧之后，山径路段就很快结束噶啦。大家行多大约三分钟山径路段之后，就好快去到水泥路段噶啦。当大家出到水泥路段之后，一直向住落山嘅方向行就冇错噶啦。但大家谨记小心车辆出入，因为都几多车嘅。哇！咁快又嚟到马鞍山郊野公园啦，亦都系我哋今次旅程嘅终点站。大家可以喺马鞍山郊野公园去一去洗手间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考虑搭车落去或者继续行落去马鞍山市中心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。大家记得订阅、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短片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